位亲爱的伟大音乐家前辈，各位亲爱的在场所有25团的音乐爱好者，大家早上好。不久前，我们的道义主席静芳来找我来主持这一场的盛事。他告诉我，在10年前，当《让友谊的歌声展开翅膀》这场演唱会的这个轮值的工作来到麻布的时候呢，我是那一场的司仪。那么10年前呢，我很感动，因为我见证了在场所有的音乐爱好者，大家对音乐爱好、对合唱的热情。岁月荏苒，不变的仍然是各位亲爱的前辈，大家对音乐的热衷与情谊。跟10年前一样，我看到了许多的前辈从白头发唱到了黑头发，从黑头发唱到了白头发。所以在这边，我相信会是这么多年里面我收获最多感动的一天。那么我们今天早上的交流会主席郑静芳也会有很多感动的话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让我们来一个全场的掌声，我们欢迎。今天的两位评委，齐文阳老师、燕珍老师、张芳博士，我们的会友顾问林丽兰女士，各位合唱团的指导老师、团长，各位爱唱歌的朋友，早上好！非常感谢你们热烈响应这次参加第17的《让友谊歌声展开翅膀》的合唱交流会。那么大家来共襄盛举，我们才能举办。凯歌这一次是在发起单位，就是惠州会馆合唱团的余老师和团长戴柏林团长的深情邀请下，我们重做丰富。记得10年前，就是2007年，我们接办第七届的这个交流会。当时我们是抱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来主办，这次更加的压力，因为这个合唱交流越办越好，大家的素质也是在提升，要求也越高，所以我们就尽我们的所能，那么希望说能够把它办好。今天的合唱交流一共有25对，我们很难能可贵的，我们有几对是第一次参加，就是关丹的那个美声合唱团，那么还有就是新山的卓越合唱团，这是一对年轻的合唱团，还有游湖州老友合唱团。还有一对是新加坡友谊合唱团，欢迎你们第一次参加。这么大规模的合唱交流，进行了17年17届，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这重要是大家对合唱艺术的热爱。那么大家对合唱艺术热爱，踊跃的来参加，才能够让这项的活动维持下去。
那么我们也给自己一个掌声。每一年这项的交流活动是我们合唱界的一大盛事，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交流，促进了友团之间的情谊，歌艺的提升。真的，我还是要再次的感谢发起单位柔州惠州会馆合唱团，谢谢你们的发起。我们这场交流会哦，也是由凯歌主办的皇城艺术界的一项活动。我们这个艺术界维持一个月，目的是为了延续麻坡文化城的美誉。我们这次的艺术界最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已经注入了一批年轻的生力军。年轻人就是希望，就是朝气。所以我们期待这块艺术田在麻坡人的努力耕耘下开出美丽灿烂的艺术花。最后要感谢我们台前幕后，我们全体凯歌人的同心协力来办这场活动。再次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是民族的灵魂，艺术是文化的标杆，而歌乐是文化的结晶。无论是透过歌颂美丽的大自然来抒发感情，还是表达心中的爱恨情仇，都是一种如诗如画的艺术品。优雅的歌声更成为不分国界与种族用以表达情怀的共同语言。有一位知名的歌手张韶涵，有双隐形的翅膀，带他飞过绝望，给他希望，让他看到所有的梦想都会开花。而在场所有音乐爱好的合唱团团员，用嘹亮的歌声追逐年轻的心，大家也有一双美丽的翅膀，这双翅膀叫做友谊。嘹亮的歌声展开了友谊的翅膀，迎来了新马各地800余名音乐爱好者云集在这美丽的悠悠麻河畔。最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音乐家前辈与快乐歌友们的莅临，掌声响起。在温关胜先生的发起下，让友谊的歌声展开翅膀已进入了第17个年头，承蒙新马各地合唱团鼎力支持与通力的合作，这17年交流会越办越成功，规模也越来越大。今年交流会共获得25团来自东西南北中马及新加坡友团参与齐胜，有好几个团体是今年的新面孔，也让我们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他们。让友谊的歌声展开翅膀，也乘着歌声的翅膀来传达各自的情谊。让我们一起众志成城，群策群力，掀起歌唱活动的热情高潮，激起歌乐艺术的层层浪花，让友谊璀璨亮丽，与天地共存，与日月争辉。继续全场热情的掌声和欢迎，让友谊的歌声展开翅膀第17届合唱交流会评委老师。首先我们有请魏燕珍老师，著名歌唱家魏燕珍老师，有请入席。继续我们有请齐文阳老师，有请齐老师入席。现在让我们热情欢迎让友谊的歌声展开翅膀第17届合唱交流会东道主麻坡凯歌合唱团精彩登场。
凯歌合唱团成立于2005年，是凯歌歌业协会属下的一个活动单位。目前将近40位团员，指导老师为周敬顺老师及黄杰柔老师，现任团长是黄美如。成立10多年来，凯歌合唱团活跃于合唱界，常常受邀参与社区的文化表演，也常常远赴台湾、印尼、中国交流演出。2006年，凯歌是首个合唱团受邀于新传媒《黄金年华》录制2首合唱曲，轰动一时。2007年，参加由德国主办、在印尼举行的首届亚洲合唱赛中，荣获民歌组银奖，成为一时的佳话。2014年，联合友团远赴昆明与红叶少年合唱团《马中友好》交流演出。2015年，由张焕博士带领联合友团远赴西安音乐之旅。今天，凯歌特别为各位带来2首好听的乐曲，第一首《孩子别哭》，第二首《屋外挥手》，欢迎指挥周敬顺老师，伴奏黄杰柔，掌声欢迎。
屋外挥手，欢迎指挥黄杰柔，伴奏刘真莹。Thank you.
谢谢指挥兼钢琴伴奏刘振颖老师，同时也谢谢黄丽娜小提琴亲力伴奏。好，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第二支队伍柔佛州惠州会馆合唱团，让我们掌声欢迎。本着提倡推广健康文娱及音乐艺术活动为宗旨，1999年柔佛州惠州会馆会长温官胜先生和副会长傅金林先生成立柔佛州惠州会馆合唱团，并聘请于秀梅老师担任合唱指导，钢琴伴奏为刘丹玲老师。合唱团目前有50名团员，平均年龄是67岁。虽然是个业余的乐龄合唱团，但18年来在于秀梅老师的指导下，秉着热血不倦的精神，合唱团从没有停过学习的脚步。为实践合唱团宗旨，在2001年9月16日，毅然发起“让友谊的歌声展开翅膀”。为了庆祝5周年、10周年及15周年，他们也先后成功举办的9月的“音符在跳动”、“十载歌”、“十载歌韵荡新曲”以及“缤纷十五”、“歌海任遨游”3场盛大的演唱会。接下来，请欣赏他们带来的两首乐曲：《万水千山总是情》、《青山绿水好风光》。掌声欢迎指挥于秀梅老师，伴奏刘丹玲老师。
谢谢柔州惠州合唱团的精彩的演出。第三队我们要热情欢迎的是新加坡育英校友会合唱团。育英校友会合唱团成立于1995年，历年来在校友会理事、校友及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跟爱护下，得以茁壮的成长。现在团有40位，是校友会属下的活动项目之一。合唱团成立的宗旨是发扬及推广合唱艺术，并为团员们提供一个有益身心活动、联络感情、丰富生活乐趣的平台。指挥是毕业于中国东北师范大学音乐系的杨文宁老师，钢琴伴奏是毕业于新加坡管理大学政治系并获得 LTCL 钢琴表演文凭的洪华俊老师。自成立以来，新加坡育英校友会合唱团就积极参与新加坡历届合唱节及新马合唱团的交流活动，并在2011年参加第三届新加坡国际华文合唱节比赛，荣获银奖。今天，新加坡育英校友会合唱团将为大家带来两首好听的歌曲。第一首《草原上的姑娘》，卓玛拉。第二首《乡间的小路》，让我们欢迎指挥杨文宁老师，欢迎伴奏洪华俊老师。Oh.
谢谢新加坡育音校合唱团精彩演出。珍珠开在东方，异国芬芳，天鹅顶上荡漾。那文化活在日常，英雄好汉，棒子去上征战、接下来我们要热情欢迎的是关丹和声音乐协会美声歌咏组，让我们掌声欢迎。关丹和声音乐协会美声歌咏组成立于2008年，当时组员约10位，指导老师为李国珍老师，古心怡担任伴奏。李国珍老师坚持着发扬美声的正统歌艺，多年来积极参与各种慈善和筹款活动的演出，并参与多届歌乐大汇演和交流等的演出。近年李国珍老师退休后，获得来自吉隆坡的洪日荣英专老师前来教导，并由福峰伟老师从旁指导。为了增进和追求更美好的合唱艺术，近年来都积极地参与文化大汇演及主办和声常年活动的演出，并获得社会人士的支持。今天他们带来两首歌曲，第一首是《鸿雁》，第二首《南泥湾》。欢迎指挥洪日荣老师，伴奏古心怡老师，掌声欢迎。Yeah.
下来我们有请柔佛州老友联谊会合唱团精彩登场。柔佛州老友联谊会合唱团成立于2012年7月，让我们掌声响起，一起欢迎好不好？指导老师黄一文老师，团长黄子强，团员目前有37位。自合唱团成立以来，积极参与各项会议内活动及出外的交流。合唱团成立至今，虽然不过短短的五年多，不过歌唱水平和歌唱经验呢，有待我们的大家的这个关注。团员们团结友爱，学习精神可嘉。那今天晚间，今天早上，他们要在这边为我们带来两首好听的歌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以及《香格里拉》。让我们经常的掌声来欢迎指挥黄一文老师，欢迎伴奏张清康老师。
谢谢罗州老友联谊会合唱团。2013年，罗州老友联谊会合唱团参与南艺文化协会的跨越印象演出。2014年，在征途史诗歌舞剧文化晚宴上担纲演出，参加马新两岸合唱与独唱交流会，参与悠扬之声和新春合唱交流会，也再次演出征途史诗歌舞剧。2015年参加全国合唱赛并获得乐龄组亚军。2016年与赤子丰碑舞台剧众演员在文化街进行造势活动，参与万盏花灯庆中秋节目演出。2017年在新马市的南方立春演艺团圆文化演出，并参加新山歌乐协会主办的丁酉年春之颂马新合唱团新春交流会。再一个掌声，我们谢谢他们。紧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巴都巴峡中华工会合唱团。成立于2006年7月1日，团员来自各阶层人士的音乐爱好者，致力于推广巴都巴峡音乐文化艺术，举办音乐会、合唱交流、慈善演出，同时参与地方乡团庆典活动。曾担任过的指挥老师有已故陈辉崇老师、周金顺老师、刘静阳老师以及陈伟汉老师。现在的指挥老师是杨淑霞老师，而许素贞老师从创团至今担任本团的钢琴伴奏。今天他们要带来的曲目是《亲爱的人》。